有华军。 你们辛苦了，先下去休息吧。是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过来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遗漏的线索。这里现在是内卫在看管，你要过来，是不是应该跟我提前汇报一下？ 事出紧急，没有来得及向月华军汇报，还请月华军见谅。若安逃跑了，你不用回联防通报吗？不必汇报，联防自会知晓。我还以为你加入了联防会变得不一样了呢，原来还是那样，我行我素。我已是联防的人了。 若行事有任何差错，自有公子楚提点。高秉烛，在你眼里，我就那么没用是吗？我知道，你着急。 你恨不得马上就把春秋道掀翻，甚至不惜牺牲一切加入联防。那几日我一直在找你，可是你加入联防这么大的事情，我却浑然不知。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，高秉烛，你到底有没有考虑一下我的感受？ 嗯。